陳國邦啦，演技了得，大家都知噶啦。但係原來咧，佢兩歲半嘅女女咧都遺傳咗佢精湛嘅演藝細胞喎。嗱，女女咧一頭嘅攣髮咧，個樣已經非常之得意噶啦。咁嗰日咧，佢就同爸爸啦、同師弟黎耀祥啦、同埋蕭正楠咧一齊皺起眉頭咧，就做一個扮嬲嘅樣，啲演技真係一啲都唔輸蝕啦。咁難怪咧，國邦都話咧呢個女先係真正嘅演技派啊！而最近咧，同樣都係咧好戲之人嘅 Lisa 姐咧，同埋松哥劉松仁咧，都話華麗登場，令大家眼前一亮啊！华丽转身，四二三，闪神登场。剧集《华丽转身》连宣传都华丽过人，搞到成个 concert 咁啊！主角阿姐梗系靓到抌一声现身啦！呢首啫，华丽转身，今日呢一身打扮异常地华丽。都是歌手的打扮咯，咯配合個角色需要，因為我都想利用個機會介紹呢套劇其中的兩首歌，有一首歌就是當講我係初初入行嗰時候，又唱又跳嘅，嗰首輕快啲，咁當然最後要唱呢個主題曲啦。阿姐一個轉身，換上 lace 花連身短裙，加對白褲，青春動人，咩美少女咩嘢戰士啊，全部都行埋一邊啊！之后换上另一套白色暗花晚装，同松哥及一班演员合唱主题曲，全场热爆。跟住阿姐揾食啊，系咁樣。咁樣嘅咩？但係同阿姐幾耐冇合作過咧？其實到上一次15年啦，佢一樣咁靚，一樣咁後生，一樣咁有活力，一樣咁唱得，一樣咁做得，一樣咁照顧我哋。阿松哥見到阿姐啊，調翻轉有咩感覺咧？嗰啲感覺太遲啦，應該30多年前有嘅，哇！而家太遲，唔講得，唔講得啦，唔講，結曬婚唔得，咩冇講冇講。松哥話好開心喎，相隔15年咁啊，而家見翻，佢話你一樣咁靚，一樣咁勁。佢話我靚咗添。佢話30年前佢話會同你講翻呢番説話喎，佢講嘅呢句説話。係係，咁咁耐嘅冇合作嘅老拍檔。即係好快嘅時間過咗，已經離開婚前婚後15年啦。你諗下，楊怡做佢嘅女兒，而家喺咩名門望著做佢嘅老婆，哇，幾大變化！不過松哥好 fit 啊！嘉欣同小芳合作愉快，兩位仲好得阿姐歡心添。你要講真心話，阿姐係好叻嘅，佢知道你讚佢，如果唔係真心咧，佢嬲嘅。係啊。但係佢哋冇嬲過，佢冇嬲過我哋。因為我哋係真心嘅，真心。因為阿姐係我哋嘅套劇嘅主靈魂人物啊，咁其實佢係我哋嘅 leader。咁如果我哋嘅 leader 咧係開心咧有正能量咧，所有 everybody else 咧都會係排除都係 keep 住有能量，係啊。可以跟松哥同阿姐呢啲神級演員學嘢，一班後輩大叫 lucky。今次做阿姐個女，仲要即係同佢有好多鬧嚟鬧去嗰啲戲，咁其實好幸福，因為佢見過我作為一個演員，咁今次咧佢就即係幫我喺語氣方面啊，或者咬字方面，所以自己就覺得真係好 lucky 咯。即係阿姐同埋松哥咧，佢哋成日鼓勵我，你試咗先咯，太多咪收咯，唔夠我哋一齊配合，即係甚至乎去到我自己間房嗰樣嘢個擺設。講唔講到個性格出嚟，佢哋都會幫我。我記得有一場係明明咧，佢呢一刻同我仲係講緊笑啦，跟住 Rogue 即刻咧喊，仲係好即係好有情咁喊。但係咧，跟住後邊有個人咧，有嗰啲人行過啦，跟住就 NG 咗啦。但係咧，跟住佢第二 take 咧，同一樣嘢做得翻出嚟啦。跟住我就覺得就哇，俾我可能要成個幾鐘去熬嗰個感情出嚟，但係佢就係好犀利咯。